好，我是 Rico Coco， 欢迎收看我今天的视频。今天大家看到这个雪白雪白的背景布，应该可以联想到我今天要出的妆，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冰雪奇缘二》。我觉得以我这种胖墩墩的长相，模仿艾莎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冰雪奇缘》当中有一个角色基本上是我量身定造的，那个就是雪宝。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开始今天雪宝的仿妆吧。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把我的眉毛给隐藏起来。现在先把我仅有的一些眉毛给梳撑，然后呢，我用到了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胶棒，就是小卖部卖的那种用来贴纸的那种小胶棒，把它覆盖在我们的眉毛上面。这样等一下这个胶干掉以后呢，我们的眉毛就会拔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一会儿上完底妆之后，这个眉毛就会消失不见了。现在我要照着这个雪宝的照片来想一下，他的这个五官放在我脸上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效果，用眉笔去大致的确定一下眼睛鼻子这些东西应该在的一个位置。雪宝的眉毛是长得很有特点的，我先把他的眉毛确定出来呢，这样有助于我去对照着去找眼睛鼻子的这个位置。然后要拿出我做的假鼻子，这个鼻子依然是用轻粘土做的，我好像跟这个劣质的轻粘土一直就脱不了干系，长久以来他就用他的这个黏腻来折磨我。但是好在他9.9块24色还包邮，要什么自行车，不就是黏吗？我现在学聪明了，我知道撒面粉。你说猫这种生物真的搞不懂它，你给它买的进口猫粮不吃，给它买暖磷脂粉不吃，面粉吃的吧唧吧唧的啊！你说这个白丝拉块没有味道的面粉，你们是在吃什么？吃的这么高兴，你在给我吃什么？加了面粉以后，这个9.9块包邮的劣质轻粘土呢，好像黏腻感稍有改善。我以前要搓个一个半小时才能够用，现在居然搓半个小时它就能够用了呢。把面团呢揉至这样非常筋道的样子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窝窝头啊，呸，我们来做这个胡萝卜鼻子的形状。我有提前预留出来鼻梁的位置，然后把两边捏得比较宽呢，也是为了等一下更加好的粘贴。有了鼻子以后呢，现在就可以来确定一下，就是雪宝那个非常夸张的笑肌应该笑到一个什么位置，还有他那个咧开笑的嘴巴要张多大。其实现在已经可以预想到在脸上应该处在一个什么地方，所以把这些线条给稍微确定一下。我发现雪宝的眉毛被我画低了一点，所以现在我要把眉毛重新改高一些。经过几轮这样修改之后呢，我觉得现在看上去已经非常像雪宝了。天哪，这个妆容做得太像了吧，简直就是雪宝本宝哎！然后要拿出我的仿妆好伙伴脸谱油彩当中的白油彩，来把自己的肌肤呢刷成一个所有女生都梦寐以求的瓷白肌。我发现把皮肤刷白之后，我下巴上的痘痘看上去是那么的耀眼。我每次来大姨妈之前一定会长一个痘痘，但是姨妈来了之后它就会消失，这样子看上去有一点骷髅的感觉。如果这个妆容失败的话，我就把它改成寻梦环游记。好，以前讲过的课程现在来温习一下。当我们想在脸上放上一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像是猪鼻子或者是胡萝卜，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用到的就是特效化妆的白乳胶。如果白乳胶还是粘不牢靠的话怎么办呢？在上面叠加一层棉花，让棉花来帮助你把这个东西抓得更牢靠。粘好鼻子之后呢，就要用到这个黑色的脸谱油彩来把我想要隐藏的地方给藏起来。大部分时间靠近发际线的地方我都是会用眼影去做一个遮盖，但是今天我要隐藏的比较彻底，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油彩来画。洗澡的时候会稍微麻烦一些，但是这样的这个隐身的效果会比较好。接下来要把眼珠和眉毛这些地方全部都画出来。这样看上去总是透着一丝丝的诡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隆重为大家介绍，这个是我花重金买的比较贵的轻粘土，它呢就完全不会粘腻，拿出来就可以用，可塑性很强，而且完全不粘手。
配合一些乳胶来做雪宝那个比较饱满的脸颊。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我一点迪士尼或者是冰雪奇缘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我倒是觉得这看上去非常像一个诡异短片。试一下在鼻子完全不能呼吸，只剩下嘴的时候，用嘴巴去吸珍珠奶茶是一个什么感觉？他吸了，他在吸了。事实证明，想喝还是喝得到的，只是在喝那个动作的时候，真的是处在一个窒息的状态。当我认真的观察雪宝，居然发现他有画蓝色的眼影。现在把背景布换成黑色的吸光布，然后把我身体多余的部分呢，全部用黑色的油彩给隐藏起来，这样就可以凸显出来雪宝身体的一个样子。粘上雪宝的大板牙，还有他的嘴唇一个边框，这样整个妆容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拿出我做手工用的扭扭棒，今天用扭扭棒呢来做雪宝的手。我现在像不像那种游乐场给小孩子用气球做狗的那种，戳戳戳戳戳戳戳，捏一个爪子出来。然后来做我化妆的时候最爱做的事情，那就是给鼻子修容。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热情的拥抱。哦，看到你们我真的太开心了，飞吻飞吻。What my buddies all think of me. Just imagine how much cooler I'll be in summer. That.The hot and the cold are both so intense. Put them together, it just makes sense. Winter's a good time to stay in and cuddle, but put me in summer and I'll be a. 我现在是有一点窒息，然后说话不太好说，是因为我的上嘴唇被那个胶水粘住了，然后下嘴唇又被这个假牙给挡住了，所以我呼吸都有一点困难了，因为我的鼻子是完全不能通气的，所以这个视频就真的是快把我录窒息了。不过我觉得最后出来的效果其实还是有一点像这个雪宝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三连点赞评论弹幕哦。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辛苦了。When I finally do what frozen things do in summer, I'm gonna tell him. Don't you dare.